各位来宾，专家们、学者们、老师们、同学们，晚上好！欢迎大家光临我们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主办的这场《弦之韵》胡琴室内乐音乐会。按照节目单上对我的介绍呢，我是今晚音乐会的导聆。如果导聆是引导聆听做解释的话，那我实在不敢当，因为呢，在众多的专家学者面前，我不敢班门弄斧，我最多也就是就我知道这场音乐会的台前幕后的一些事儿呢，来串串场。说得更加具体一点，就是个报幕的，所以我是个报幕的。那么作为报幕者呢，我先报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曲目，是四重奏与二胡小白菜。这个作品呢，是咱们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温德清教授的一首作品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温教授呢是以现代技法作曲而闻名，所以我非常好奇，他用他的现代的做法能够把小白菜写成个什么样子呢？让我们洗耳恭听，谢谢大家。
跟大多数的观众朋友们一样，我也是刚才第一次听温老师的这个作品，哎呀，非常新奇，谢谢同学们的演奏，也谢谢我们温教授的创作。